掌握华强北一手行情，不做二手韭菜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华强北阿台，每天下午打卡华强北各大市场，帮粉丝挑选机器。下午的3点半，阿台也是准时到达市场，先过来飞扬的三楼，帮一位山东的粉丝挑一台13 Pro Max 256G 的蓝色。最近这段时间13 Pro Max 市场走的还是蛮快的，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性价比比较高吧。像128的，我们花了4300就可以拿到；256的也不过是4600块。机器的话，我们在市场简单的测一下，等一下拿到工作室再做一个全面的验机。因为这位粉丝之前没有用过卡贴机，到时候我们再为这位粉丝录一个解锁的全过程，不懂的小伙伴也可以来学习一下哦。eSIM 的话，我发好的点都会帮你们开好，到时候你们回去就选一下运营商就好了。刚好录一个解锁教程吧。移动联通卡的话，就直接装卡。电信的话需要单独放卡一次，然后到 SIM 卡无效再把卡取下来，这边折过来，直接插入手机。我们选这个 eSIM 专用解锁，这个是 ATT 的嘛，我们选 ATT 5G 接收。在这个页面不用点继续，因为点继续是到不了桌面的。这个时候已经进入桌面了，然后我们等它来一下信号，一般几秒钟就能来信号。OK， 中国移动已经来了，但是现在中国移动在负号，所以我们进入这个蜂窝网络，把主号负号设置一下。因为这个号的标签是个人嘛，所以我们上网选择我这个号，打电话选择我们这个号，再把我们这个号的漫游打开，这样就接好了。对，这个时候你看语音与数据这边已经变成自动 5G 启用 5G 和 4G 了，就没有 LTE 了。这个时候我们打电话就不会断网了，比如想打10086，现在是没有断网的，然后打通了。那我现在去上网，致电中国移动，是完全可以的。4000多就能搞定一台13 Pro Max 256G 的准新机，小伙伴觉得价格怎么样？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吧。